吗？他们是旁边屋有两有三个。不要说话，哥要操作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杨洋。倒两个，我再说一遍，他妈的，警告你动手。老子每次打两个，你搁这，快加过点，整他！在哪吗？打头了，围墙一标。然后我隔壁，隔壁二层楼有一个，隔壁二层倒了。就这一边的吧。那个圆点平房倒了。是不是就剩一边了？倒了四个。那我去补啊。哎妈！你是靠这样倒 KD 的吗？倒了，还有一标，最后一个了，跟我。跟你吗？我不补吗？你补个机关补。死完了，这堆人还有后面倒了俩。哪里倒俩吗？一标和那个小平房。哦，你还在乱跑了，这跟你舔上了。好准啊，德森。我能不准吗？滚吧！现在我是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走。每个喊回来得了呀。每个队伍都会有这样一个拖后腿的人，现在是我了。开门。哎，他流死了。他为什么一直说开门啊？他以为他队友来救他了。给他开一个呗。死了。上号呢？江西炒米粉。不带你玩太菜了。这里一标有人。我上号。哎。哦。我操！带你打吧，大乱斗吧。房子号，房子号。我看到了。房子在救人。冲就完事了。我操，这一枪有点东西了。不要吃湖南什么的，推哥。又炸倒了，刚救起来的。我再丢个伞，你直接冲。你要吃冲，你要丢伞了。吃吹哥大香蕉。啊？广东叉烧饭，干什么的？还有，倒了。哦，妈！我要吃长沙臭豆腐。长沙炒小炒肉。长沙臭豆腐。小炒肉。长沙小炒肉不好听啊！补他，我警告你。别补呗，我是悠悠。有代表性好不好？你是悠悠。怎么说？我们你们俩玩你们俩的 PUBG， 我俩交流我俩的撸啊撸。悠悠是谁呀、啊？骂我！对，他骂我，他不是骂你。干嘛？你俩交流你俩的 PUBG， 我俩交流我俩的撸啊撸。好，警告你们赶紧滚上去啊！你妈的逼啊！崔斯坦呢？哎，男枪。不，没有啊，我有。哎，七八轮疼的崔斯坦男枪。叫顾星辰，在呢。哎，我操！我也看看呢。还有鸡巴都是蹭的嘛？